八卦，你的头脑里面，你的心里面要有那个方位在，好吗？你的头脑里面就已经要有那个线在哪里，圈在哪里，左转在哪里，左转是哪里，右转是哪里，你的头脑里面要有这个，看不懂，你才不会昏掉。啊，来，这就是他的训练。啊。